超帅。后面有一个大佬要坐 ，Hello， come on， 哎、欸，他要去 Airport， 刚好你们想看 Airport 对不对 ？Airport， the LA Airport， 你们看一下左边那边有没有那个塔，就是洛杉矶的那个啦。看来要走上面呢哈，怎么办？这边有一台啊，这边可以。各位你看看，这太阳要出来了呢，我们工作这么辛苦啊。这个一定要出国的啦，好好哦，我都没有钱出国。这位先生，您要的机场已经抵达啊、哦，请准备哈茶，39块，好少哦。哎，他这个计程车根本就是源源不绝嘛。直走，要去 The Trucker Park， 还可以进去机场哦，真的假的？我这样好像走错了哈、哦，好像来不及去 Trucker Park 了。快，我还来得及吗？飙车！哎，来不及，他也不会跳车哎，只是没有额外的 bonus， 这样对不对？应该会有基本的钱吧，只是说没有那么多钱而已。好，我们看看什么叫做 truck park， 刚好借着这个计程车，然后来认识一下地理的位置。哦，到了，端砸背扣，端，这个就是 truck park。好吧，各位，那我们再载了两个人嘛，对不对？我们再载个几个人吧，好不好？这边刚好有一个，还要人家过去他才愿意搭嘞。好了，各位，我们第三个要去体育馆了。刚刚也有观众说去体育馆，好吧，我们来看看体育馆是不是跟 GTA 长得一样。哎，你们看这样子的画质是不是跟 GTA 5差不多？真的很高级哦，这个画质怎么这么屌啊？2004年的游戏，然后借由这种模组的这种提升，居然可以玩到这样子的画质，真的好屌哦！只是差它人物模组没那么好看就是了，差超多，会吗？我觉得很像 GTA 5的感觉哎。好了，各位到了，到了，懂？来，司机来，哎不，乘客来。哇塞！哦，这边去 motel 哎，啊、哦，来看卖去 motel 要创什么代志？下雨了，柳木旷野，哎，它外形做的还蛮、啊……走，撞到了，地图真的很大，不开玩笑，各位又没钱了，原来这间就是 motel Jefferson motel， 好了，到了，哎，开计程车好好玩哦，哎呦，连这个也可以进去的、哦。哇塞，这个可以进去的，好屌哦！纸帮的又在那边哦，哈、哦，搁在乱呐呢。You want kill me? I will kick you. 啊、哦、，Let's go. 好，各位，那我们要去这个市场区车站。好，我们跟我们这一趟再玩哦，然后我们就来吃吃喝喝。准备回家睡觉了。好，到了，这个就是市场区车站，90块耶，蛮多的耶。我们之后慢慢探索啊。你看，我们现在只有在这个地方而已。那我们现在只在这个地方而已呢，对不对？抢好车哦。好了，抢好车，抢前面这台好了，保时捷的。保时捷，好帅哦。前面还坐一个人。不要，我不要打秘境，我们要这样子玩 RP 啊。还有那个哎。这个是 X6 还是 X5？ X5的，哎、欸，你看它内装其实不错哎，蛮真实的哈。哇，超帅！哎、欸，真的很帅呢。这可以放家里车库哦，真的假的？你看刚刚他那个甩过去的感觉很帅呢。呜呜，零的领域。Oh my god！闻到被搞啊！这个太帅了吧！啊，忘记存档，先去存档一下，继续来解任务。然后待会解完任务，我们就看看还可以做什么工作来赚点钱吧。先看这一个汽车餐厅，好，又遇到 smoker 了，所以我们现在是要去吃饭了，是吧？
我们要开着 Jagra Jagra， 然后我们看看要去吃什么。哎，真的是炸鸡店。哇，哎呦，各位啊，你看，你看这个铃铛，这个在 GTA 五代也有的。我们先开进来看看好了。德莱素，Number Nine，Fat Boy， 大家都吃九号餐。夸张，很夸张哦！他点了好几份呢。哎呦，来得有贼难摸啊！那么狂。OK， 来了，在你的什么扫他啊、哦？我们应该是负责开车吧？去射爆他，射爆他！我应该可以撞爆他吧？狗仔，把巴勒帮的成员都杀掉，杀掉！加拍台，接两加拍搞。哦，是 OK 了 ，OK 了。吃个这个，哎、欸，有一把枪，我想捡一下，因为我到现在都还没有枪哦，我先捡一把枪好了。OK， come on， 徐姐。啊，各位，我觉得他这个车子那种损坏的感觉是做的还蛮棒的，对不对？有啦，我哦，各位看到了，原来在这边哦。好啦，那我们回来了，谢谢冰棒，感谢 Resup。Yeah, it was getting cold. Y'all coming in for a beer? Nah, baby. I need to get back to the crib. CJ, give me a ride. Okay. Let's go. See y'all later. Smoker 住哪？我不晓得哎，我只知道这个戴帽子住我们旁边嘛，对不对？这台真的坏的彻底啊 ！Oh my god！ 好了，各位到了，原来这是 Smoker 的家哦，还有一个篮筐哎。Hey, thanks, Cole. Hey, I miss having you around, baby. Thanks, man. I wish Sweet thought like that. He don't mean it, CJ.这是电脑的，噔噔噔，各位又加了一点威望。我们现在的钱有了830块，我们现在呢，都还可以啦。我们继续看看有什么任务可以接一下好了。我、哦、还有宾利的呢，偷这台宾利的好了，宾利的感觉不错啊。下来，直接给他打一圈。我靠，宾利的。双门的、欸，这个有洛杉矶，然后好像还有拉斯维加斯跟什么之类的，忘记了。哦，跟旧金山对不对？好像是有这三个城市嘛。对，我有装汽车模组光影模。哎、欸，各位回来又一台新的了，有电话我们接一下。Yeah, sweet. If you don't respect your body, ain't nobody gonna respect you.哎，他叫我锻炼肌肉哎。You know. This is gym I go to a couple blocks out from the Grove. Go check it out. Get yourself a gangster physique. 有些帮派的体格，他可能嫌我们太瘦了，好吧？嫌我们太瘦。如果你想提升你的耐力跟肌肉，或者你想学到新的招式，所以打架也是要来这边嘛，对不对？上次有观众跟我说，打架也是可以来这边的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就去看一下。看这台极速应该也是颇快啦齁，你看这种光影都真的非常快。就在离我们家不远之处欸。我觉得这个比我们在玩 GTA 5 RP 还更 RP 好玩欸。好啦，各位就是这个了。GYN, 不是邓紫棋哦。好，来进来看一下。甘顿健身房。呼。酷欸。还有人在打 boxing。然后还有这个风火轮。这个是什么哑铃哦之类的。好，我们先来这边点一下看可以怎么样。Yeah, 我们要学新招。好，要先练肌肉就对了。哥，我们先从这个比较重的试试看。我们应该不要太，我们如果一次320磅，不晓得会怎么样。我们试试看，会不会被压死啊？来试试看，320磅，给我加到最重。320磅根本练不起来嘛。是吧？不行，各位太重了啊、哦，太重了。用80好了，好不好？80应该可以的。这蛮像那种人家道馆之类的，对不对？这个就简单多了。你看，80磅没问题。可以，他可以看你次数，对不对？你举高一点点啊，可能就会肌肉长得比较壮，好不好？
哦，可以了，肌肉增加了，你身体的强壮持续提高的话，攻击会有更大的伤害。跟我们每个都做个10下就好了，10下为一组啊，好了。